Game 友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ordan Wei 的频道。那很久没有来玩了这个，那我的又升到第七级，然后有法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做三只法师吧。我做四只，没做三只，这么笨的。也要等，等的时间我去聊天一会儿。那你要看到这个吗？女神，我心爱的人。那现在我来做这个。and 这个，那做这个还要一天的时间。那现在我升级法师，我的法师哥。那天使我们已经打算要去做我的天使，难得做两天的时间，难得去做啊。那我给你们看一下，他们进攻不过我这防护，给你们等等等等看。他们进攻啊，这是别人的，你们是进攻不了的。但是俺们真是成功。但是我做这个的时候，我没有死了，那东西我就做出这样没关的东西出来，但也不好，大不我修，大不留在前面。那给你们讲今天所发生的事，那这样的呢，是能。这样的呢是能打过防御的，看。没有，刚才那里，但抱歉，大家拿这个，请看。因为这个臭冷哥还在里面，他有防御力强。你看他的闪电的那个妖术法术，他想闪躲。你要看我们主角吗？我们主角是不是？我们主角是法师，来看到我们主角。我们主角。拼命的打斗，我们的女主角射术的时候就开始变了，我们战功没有用的，他们只能拿一星两星大人，这不是很短。就这样，有一颗星，本来是两颗星，跑三颗星，他们绝对打不赢的。那完成了，
完全的我们的法师大哥就去 PK 吧。不要。他的大本营。大家看到这个，你要拼命的打斗，他搞定。OK 啊。你要打就打这里就够了，打这里。如果他大本营放在。如果他大本营放在外面的时候，你要趁机去打大本营就搞定没有。然后下面的东西就不管了。哇，第十级啊，他的水。哇，他钱这么多，不要了，我钱都要满了。放弃。这个叫做大师教你们讲过。那我们花费了几个功夫就打赢了场地，是不是大师库吗？大师是很酷的。那等一下我认真的拍给你们看。那部落战我也有打吗？哎呦，等一下六点多我会拍一场部落战给你们看。这25个美人鱼，美人鱼我去看太多了，我去看一下我要帮哪一个。25不要帮，不要爆，太掉了。25，我20，最后一个不要爆一个。好的，只能爆最后一个爆吗？这样将打的安装牌，哎，可以啊，这个还一级爆回来。不是很大的伤害，这个厉害一击。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主角法师他一击，开始我打主角法师搞定了。鱼满他，我们去打一场给你看啊！我要打 PK 认真的，这一场可以不可以？切大哥，好，开始慢慢看，我是将攻打的，这里也是我们的男主角法师大哥被击破，哦耶，是的 baby， 是的 baby， 哦耶，哦哦哦耶耶。哦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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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耶耶哦耶哦耶，还有最佳男主角法师，最酷的啊！没事，不打击运动，明天慢慢来。我们的法师，我们的法师，我们的法师，那些大帅谁能抢了？最酷的。第一尊呢？你说这是？哎呀，第一尊，好厉害！哇，胜利从我们全部第一名，好，这样就打赢了。你会得到豪华的东西，豪华的金钱，金钱，你看我的金钱，我们的金钱呢？好。孤独求败，完全没钱了。What？
票。那今天这个是，哎呀，发错了，我发这个，为什么发这个？我的呀，我发这个给他干烂呢，我发这个给他干烂呢，我发这个给他干烂呢。我的女神亚特，我的女神，哎呀，是，抱歉，按错了，我的女神。等一下，我们是 standard 的，要做 standard 的事。那，多多支持胡乐生活小部落，请进，慢慢来给你们看。等等 ，OK。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